喂，喂，Hello baby，，Hello，我是6岁的欧阳妮妮。6岁的你哦，对，你怎么了，宝宝？我要跟你说，你6岁不开心吗？没有，我知道你那时候就是生病。又要照顾我跟娜娜，又要工作。其实我心里面都很清楚，都知道，只是那时候我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表达，对，然后我要跟你说，我们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然后一直都会很爱你哦，然后，希望你可以永远健康快乐，然后陪我们很久很久，I love you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，我都忘记这件事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幸运，好幸运生命，真的。我也很幸运有你当我的妈妈。我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对我的小孩，我想要成为跟你一样的妈妈。谢谢，谢谢你宝宝，谢谢你宝宝，I love you。我会是你永远、永远、永远、永远的后盾，你做什么事情，妈妈都支持你。OK，谢谢妈妈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我们一直其实在谈他的人生的高光跟他人生的低潮，但我其实我忘了，其实原来我的低潮，我的人生的低潮，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可是我忘记了。那年我生病，我癌症，然后。然后也很忙碌，我觉得最难过的是我爸爸妈妈，所以我就其实尽量就是，可能只想到说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难过，但是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他会这么记得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真的真的就是，我的女儿都很爱我。